僧的菩提心融化了白骨精。诸恶莫作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师父，我们来救您了。胡哥，哎，不要打了，你们现在都是师兄弟了，来，我们一起坐在这里吧。跟姚是师兄弟吗？让我们一起发起殊胜的菩提心，跟我一起念诵：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，愿诸众生永离众苦及众苦因，愿诸众生永具无苦之乐，我心愉悦，愿诸众生永离贪嗔之心，住平等舍。舞台戏演完了，轮回的大戏每天仍在上演着。其实他们演的不是别人，是我们自己。我们的嗔恨心就是心中的白骨精。我们的傲慢、自以为是、强烈的是非观念，这就是孙悟空。我们的贪婪、懈怠、懒惰，这就是猪八戒。我们随大溜、愚痴，就是沙和尚。我们的菩提心就是唐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欲知详情如何，请关注医圣官方微信公众号智广阿舍离对电影《三打白骨精》的精彩解读，谢谢。